该县消防局25号下晡举办捐款活动，感谢赵维丁会计师捐赠一台全新救护车和消防局。县长王忠良、消防局长卢清海也亲自参与见证仪式，并且由洪县长颁发感谢状，感谢赵维丁会计师捐车造福全民。感谢张伟丁以及伊个家族为该县的付出。县长王忠良表示，张伟丁这次捐赠一台配有电动担架床全新救护车，造价高达260万元，是该县第一台外观有八层保格纹的救护车，辨识度提升，强化救护车行驶安全。日后将配置在第一大队绿草消防分队服务乡民。这次是张伟丁捐赠和绿草消防队第四台救护车。张伟丁是伫个新北市创办嘉威联合会计事务事务所，从事会计有关的工作，秉持着付出社会、用之社会精神，时常伫个地方进行公益善举，让社会充满温情。那可以说非常成功的，我们的张伟征博士啊，那特别啊捐赠一台救护车。那这台救护车是最好的设备，那价格高达260万，那这是他捐赠的第四台的救护车，那整个的家族每个人都行善。那他不只是捐救护车，我们教育单位的很多的教育的资源，那他们也都经常在捐这个家户哈。那我统计过啊，他捐献在教育单位啊，大概已经超过5000万。那所以说，整个张威生的家族啊，那可以说是啊，对这个社会那非常有责任，对家乡啊非常有感情，所以今天特别啊来跟他表示感谢跟致谢。会计师张伟丁真谦虚，表示有益社会代志会一直做落去，让这个全新救护车能服务更加多需要救护帮助的乡民。真的是非常感恩我们的县长哈，这么百忙中还特别的过来，那。做这件事情来讲呢，都是我们应该要做的哈。我们取之社会，用之社会哈。那事实上来讲，我们在做这样的捐赠来讲呢，我是非常希望我们的我们嘉义能够有最好的设备来照顾我们的老人，来照顾我们的需要用到救护车的人。啊，那也非常感恩所有的这些消防局的弟兄们呢，他们真的非常用心跟努力。该县消防局表示，紧急救护在该县的服务量持续成长，对于紧急救护资源的需求也持续增加。张伟丁持续不断的善举，唔仅提供地方民众有更加透实的救护资源，同时让消防局第一线的救护人员身体健康带来真大的帮助。谢谢新闻蔡明东，该县采访报道。来家吃好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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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特子，来哦，小爱哦，来家吃好了。